只要我一康复，睁开眼睛，我就要看到最美的、最美好的东西。那你眼睛全都没事吗？脚踏车冲过来的时候，你一把抓住他，所以你怕他不会避开，因为他根本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你不想要成为我的负担，你不希望让我看到你需要到让我觉得内疚，你不想要两个人痛苦，所以你就一个人承担，对吗？无所畏惧，才有真。音乐制作舞台，真的很。